可能哈，你知道很高我吗？身高吗？笑屁哦，你们应该160而已吧。哎，你们刚刚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适合，就是有一些律动，对，因为我们研究过，就是说像这种歌就是下律动会比较帅一点，因为上律动就会像小玉这样喂乖乖，那如果真的下律动，我真的有练呢，下律动的部分，因为他们一直要求哪一个下，一定要下律动，哪边的律动？可能这边吧，还是上啊？对啊，还是上，因为你是这样的。我刚刚有练，刚不是有练吗？再一次，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嘛？我这样好尴尬哦。不是，我不想跟你一起丢脸。一起什么？好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Come on。哎，你这样可以不要笑吗？哎，你这样还是这样还是彩虹。我们你懂吗 ？One two three four，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。这样吗？那我等下就这样了，非常喜欢你。你想给我放飞自己？少给我在那边。好，好。